今年又是一个好年头，颗粒饱满的高粱已丰收在即。那么你知道吗？高粱除了能用来酿造酒，还能用来酿造什么呢？是醋。酒和醋就像是一对同胞兄弟，但性格却截然相反。火辣辣的酒让人饮起来有慷慨阳刚之感，而酸甜绵软的醋却让人食后心气平和，醋意盎然。醋一开始就以它的醇厚柔和、酸甜适口与人们的生活和谐相处。醋的品格和这一方水土的人一样醇厚平和。说来人类酿造醋的历史和酿造酒的历史是一样悠久的。相传醋也是在酿造酒的过程中被偶然发现的，所以醋也叫苦酒。至于外省人为何将山西人称作老心儿，这是和山西人善制醋、爱食醋密不可分的。据史料记载，我国古代周朝即把管理酿造醋的官叫西人。山西人能独享老心儿的称号，足见山西酿醋之早，规模之大。求本溯源，醋的酿造工艺和酒一样，也走过了一个漫长的技术革新的过程。宋代以前，清徐所产的醋是以小米为原料酿制的米醋。到了元代，随着酿造技术的发展，高粱代替了小米。原料的改变让醋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升，醋色呈棕红色，俗称白醋。在明末清初顺治年间，清徐人把醋的酿造工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美和居的王来福师傅利用本地生产的半无烟煤，在制醋的工序、醋化和淋醋之间增加了一道熏制的工艺，于是醋的风味均然骤变。这时酿造出来的醋与黄土地风土人情的格调才是相吻合的。此后人们将熏胚后的醋叫做山西老陈醋。那么这种看起来色泽黑紫、闻起来清香浓郁、吃起来绵酸醇厚的山西老陈醋又是如何酿造出来的呢？酿造老陈醋的第一道工艺是大曲糖化发酵，就是把酿制老陈醋的主要原料高粱粉碎，用水浸润，再用气锅蒸成熟料，然后把大曲作为混合熟料的糖化发酵剂搅拌其中，制成酒捞。大曲糖化发酵的工序即完成。酒捞制成后即可入缸发酵，这就是开始了老陈醋酿造的第二道工艺，低温酒精发酵。酒精发酵又分为固体发酵法和液体发酵法两种。两种发酵法所出的酒和醋风格各异，直到现在两种工艺都在沿用。酒精发酵的目的是要把原料里的糖转化为酒精，并生成一定量的脂香物质及微量的成味物质。酒精发酵结束后就进入了第三道工艺，固态醋酸发酵。这时需加入适量的麸、谷皮、稻壳，让其从液态变固态。另外还可以令其疏松、疏通空气，以促进醋酸发酵。酿醋的工艺走到这里，人们不禁要问，山西老陈醋独特的风味到底是如何酿制出来的？其实
谜底主要就在酿醋的第四道工艺上，也就是熏制。熏制是山西老陈醋区别于其他醋的最独到的工艺，在民间是没有熏制这道工艺的。一般在醋酸发酵完成后，加入食盐抑菌，就可临醋和陈酿了。所谓熏胚，就是把发酵好了的醋胚倒入瓷瓮里，再用温火进行熏烤。山西老陈醋的颜色及熏香就是从此道工序中来的。这道工艺通俗的来讲，就是给醋胚上色。经过熏制后的醋，色泽黑紫透亮，醋香浓郁，纯正柔和，绵酸适口，后味余长。山西老陈醋由此而名声远扬。醋胚上色后，就开始第五道工艺临醋了。临醋即是把熏制好的醋胚倒入临池里，浇入前一次临下的二磷子，也叫醋苇子，浸泡8到10小时，再加入适量的三烧，即可开始临醋。山西老陈醋的新醋就是从这些阀门里滴得出来的。这时不禁有人要问，如果把临池的阀门开得大点，不是可以让原液流出的快点，更节省时间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山西老陈醋就会失去它的色泽，失去它的醇香。所以说，这小小的阀门大有乾坤。那么新醋酿成后，是不是就可以装瓶出售了呢？之所以叫新醋，是因为它还不是陈醋，需要经过至少9个月以上的陈酿，在醋行里叫夏暴晒、冬捞冰、贮陈老熟。这就是老陈醋的最后一道工艺——陈酿。夏天通过阳光暴晒蒸发醋液里的水分，到了冬天让醋液结冰，捞去冰块。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排除水分，让老陈醋的浓度不断提高，从而使其风味清香浓郁，酸绵适口。制作老陈醋说起来好像只有6道工艺，但期间却有很多无法道明的奥秘。这些奥秘是几百年来酿醋所积累的经验和十几代师徒相传的心得。说来也奇怪，同样的原料和工艺，一直到其他的地方酿出的陈醋，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方水土所酿出的醇香。也许是这里的水质纯净，是酿醋的理想用水，也许是这里的空气好，生长着大量有益于酿醋的菌类。在满城弥漫的醋香中，这方水土养育了山西老陈醋，这里同样也是醋的故乡。